云林县今年黑森时，天山多个疫苗的注射对象是75岁以上的老人家、韩国民众。现在送越多个疫苗的预防针是独到六太医，韩国民众对注射的 A Z 的预防针是非常的少，故所注射的是有30人。另外，今个天时是蒙蒙的，韩国政府是近来宣传，民众注意防晒的意愿没提高一度，注射的没提升动力，市场卡价。九点钟开始注意防晒，不过乡亲8点外就到议论关心，发通中心报道，沙鹿县有议论员工受年检天数写资料，各种现场医生外界医护年检一日日门诊评估量后注意防晒，加起来大约30分钟，一秒注射再没运作，寒酸一瞬。不讲都没落地呀，哎，哎呀，不讲都落地啦，哎，啊政府哦，你这疫苗拢治哦真好。伊讲多洗啊啦，唔爱治啦，啊强飞飞无跳起啊，哎你，咱也唔强啊，咱很多阿咪嘛治。住预防针啊，算讲上好啊，这政府要甲咱住吼，咱上好啊，云林县实施第300预防针注射，对小孩75岁以上的老不宜同年长。李润雄和父子的体重有1100斤，疫苗过量后有小孩注射体重有1半。看起来民众对 A Z 预防针还是吃到阿个款。啊，今日咱本来四代人数是走1001个，啊，因为所登记的，还包括年长，有558个，今日要来四代呢。你哪有做哈？啊，两礼拜后，伊就会有抗体有效果啦吼。啊，咱若注疫苗吼，总比无注较好啦吼。啊，会使讲是利大于弊啦吼。云林县政府讲，云林县75岁以上的老百姓体重有6万人，前200完成注射的体重有20364个人，各加300加起来有7300个人，总数加起来还冇到60成。所以呼吁乡亲和父子家的要积极去注，将是如何提升群体的免疫力。看看新闻的形容，云林报道。